人生月落，时针不停在转动，从昨天经过，错合之着将规则牢笼挣脱，此刻只算落空，在坠落入地那一刻，清醒的准则得过且过，还是暂时内心的烟火，自由召唤就迟到了。你应该不是第一次飞吧？作为一名专业的机组人员，守时是最基本的观念，这你不会不知道吧？好了好了啊，继续。今天沿途的天气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们机组呢已经把油加多了，所以大家心里要有个数，今天一定会晚点的，做好准备。好，就这样啊。我让你跟我一起吧，不然就不会迟到了。早上导航就失灵了，带我绕了一大圈。算了算我倒霉，碰到肖木。人家是出了名的冷酷机长，上一次咱们有个同事跟他一起飞，就在安全通报的时候少说了一句话，被他足足骂了十分钟。这么变态啊！小点声。什么？听说你20个本场飞起落零瑕疵啊，要不要飞个给我们看看？没问题啊。怎么样？今天晚上飞？来喽！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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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舱门已经关闭了。好喽。申请开车。塔台，这里是 GP5216号桥位，准备好，请示推开。GP5216，由于空中流量管制，所有飞机将延迟起飞，等待进一步通知。不给我机会。服务员，你的信来。先生你好，请问需要什么？你们这飞机啥时候能飞？因为流量管制，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机长已经在跟塔台联系了。对于造成您的不便，我们深感抱歉。
不就你们这破飞机延误这么长时间，耽误我多少事儿啊？啊！现在客户指着我鼻子跟我说我不守信用，这不打脸吗？啪啪打！哎，算了，不跟你唠了。开门，我下。先生，不好意思，请系好安全带，因为现在飞机已经等待起飞，是不能下飞机的。不行，我下去。先生，怎么了？这是？这位先生执意要下飞机。先生你好，我们的飞机舱门已经关闭了，是不能下飞机的。你再耐心等待一下，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他现在起飞有啥用了？我客户都黄了。啊，不跟你废话了，开门，我下去。那让您下飞机也是可以，不过您的托运行李现在已经进入货舱。我们要联系地勤工作人员，把全飞机几百件行李先卸载之后，才能找到你的行李。再然后，这几百件行李要重新的过安检，才能继续装载。再然后，我们要重新等待。我说你是不是头回坐飞机啊？没见过延误啊，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喂，我老婆是去看病做手术的，一条人命，你赔得起吗？行，好。那不好意思，请您耐心等待起飞。请您系好安全带，各位记把手机关机，谢谢。机长好，接。不好意思，今天客舱比较忙，所以现在才给机长送午餐，请慢用。没关系，谢谢。哇，这是天山吗？嗯。这里的风景真好，跟客舱看到的风景完全不一样。那当然了，要是飞北欧的话，如果运气好，还能看见极光呢。我要是能成为一名飞行员的话，我就可以看见陆机长说的美景了，那我此生就无憾了。今天来送餐的为什么不是乘务长？乘务长在忙。那你送完餐以后，是不是应该回去帮忙啊？工作的时候，麻烦专心一点。小副驾，我这就立刻回去工作了。我送你。谢谢。小副驾，你能不能对我们的美女乘务员客气一点？我们平时飞很无聊的。我只是觉得工作的时候应该专业一点，在驾驶舱待这么久，一点安全常识都没有，还想当飞行员？Quand Paris est à long cap sur le dos, parapluie ouvert, son charme mélancolique qui permet la rêverie, c'est Monsieur du Précat.不是肖副驾吗？
有吗？有人走过去吗？应该是瞎了吧，看到人都不会打招呼的。行了，别赌气了，吃饭吧。哎呀，不去了，我想去那个法国最大一个市集逛逛看，有什么好买的。一提逛街他就嗨。嗯，怎么样，我们打出租车载你一程。不用了，我晃一晃就过去了。那你注意安全哦。好，小心。嗯，绝不送哦。新买的，知道了。拜拜。麦登，你啊，薇薇，法语挺流利嘛，谢谢帅哥。为我们中国同胞服务，是我的荣幸。哦，谢谢。走了。Maxi au revoir。换点钱不容易啊。Vous venez de Galabeya？ 你说什么呀？你是中国人？本人巴黎金牌导游，这是我的驾驶执照，看。你是不是迷路了？你想去哪里啊？我要去圣心大教堂。其实我之前来过，不过我好像错过了几条路，一直在绕圈圈。那你问人可就问对了，我可是巴黎活地图，这条街到圣心大教堂就两段路，上车我带你过去。正好我也要去。都是中国同胞，我怎么会骗你呢？我跟你说，我骗你都不会用这台车，跳车这么容易。上车吧。走了，谢啦。Let's go。哎呀，大哥。你挑完没有啊？你急什么呀？愚公，我是你的上司，但于私，你跟你姐是我的上司。你姐马上过生日了，帮我给她挑件礼物呗。哎呀，这些女人喜欢的东西我哪知道啊？她是你姐，你总知道的比我多一些吧？来挑一件，挑一件。那我告诉你，我姐压根就不喜欢这些东西。所以说你不懂女生嘛？女生说她不喜欢、不愿意，其实心里还是愿意去哄她的。你这个不解风情，难怪你找不到女朋友。哎，相比找女朋友，我还是觉得飞行更适合我。你不会对女生没兴趣吧？嘿，
我说的是飞行更加的简单明了，不绕弯子。谁像你跟我姐整天猜来猜去的，有意思吗？所以说你这个傻孩子嘛，你知道爱情的美妙就在这一去一来当中产生的，知道吧？啊，我傻，我傻啊！你慢慢的一来一回啊，我出去逛逛，透透气去。这礼物还是要帮我挑的，慢慢挑，我透透气去。大王，我跟你讲，这里是巴黎非常有名的圣心大教堂，附近很多艺术家的，而且这个地方很文艺，跟你四处转转，没准会很多好东西。我知道，我之前来过。来过呀？嗯。那我先走了。哎，多少钱啊？哎呦，都是祖国同胞，要什么钱呢？没事的。不行的，你做生意的。没关系，那我们有缘再见吧。我叫夏雨。我叫无敌。好了，开心。嗯，拜拜。How much is this one? This one should be 10 euros, please. 10? All right. Yeah, I get it. Thank you. Thank you.就是，不过呢，你现在只是一名空乘，做好自己的工作，不要想这些不切实际的啊。每个人都有梦想的嘛，我是真的找这个照片找了很久了，刚好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个缘分，你可以把它让给我吗？我想把它拿回家里照三餐供着呢，给我一点信仰的力量。供着是吧？啊，来来来，我跟你说啊。前面的路孔松路中，有个中国人开的店，卖关公的，你把它买回去，供起来更合适。拜拜。2009年1月，当萨利机长把飞机迫降在哈德逊河上，那一年我13岁，8个月03天，我记得很清楚。我跟我的母亲，就刚好站在河岸上，亲眼目睹这一切。就从那一刻开始，我想当一个机长。先不讲，先不讲，你要去哪里呀、啊？谈一下，谈一下，多少钱我付？要不这样子吧，我不想跟你抢，我跟你跪了，好吗？喂喂喂喂，真跪了！起来起来起来！那你说你弄给我吧，好吧？好，立刻，立刻。谢谢小叔家，你是一个好人，这一辈子我会永远都记得。好心有好报，再见。
王。小心点吧，这一区治安很乱。脚怎么了？穿错鞋了，磨破了。能走吗？走是能走，就疼呗。前面路口就能打车，要不扶你过去吧？哎呀，穿不了鞋呀。那我背你来。哎呀，不行，穿裙子不。说你来看我也不跟我提前说一声，告诉你，好让你又躲开呀。我什么时候躲了？你看这世界这么大，我还想出去看看呢。把你的信卡停了，我看你到哪儿去看。我还要储蓄卡呢，而且我还给自己打工赚钱。你看，这是我的。哼，看你本事的。说正经的。什么时候回家？哎，又来了！你说回去干嘛呀？接管公司我也不喜欢。哎，对了啊，我最近考了那个法餐厨师执照，等我考下来，我给你露两手。夏雨，你能不能让妈放心？妈希望你踏踏实实的在爸妈身边找份工作。行，等我把这执照考下来，我就回国陪在您和我爸身边，天天给您做法餐，行了吧？上一次就这么说，真拿你没办法。我去趟洗手间，等我回来。在里面啊。哦，这么冷。小太太，你的心脏检查报告已经出来了，情况不太乐观，需要尽快安排手术。
order your coffee.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你这个外套我帮你挂起来吧。不用了，谢谢。那您先坐好啊，系上安全带。好。昨天晚上玩到现在，玩那个通宵还不够啊？你的手不累，我看着都累。小朋友，飞机要起飞了，麻烦你把手机关掉。嗯。你到机场了？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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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空乘小姐，空乘小姐，能不能让飞机稍微等一下？等一下，我儿子。因为现在机舱已经马上就要关门了。拜托了，他现在已经到机场了，马上就到，可不可以再等他一下？那这样吧，我去跟机长说明一下。哎，您先坐着。好好，坐好，谢谢啊。这个外套我还是帮你挂起来好了。好的，好的。哎。林机长。什么事？有一位乘客刚办完值机手续，现在正在赶过来，不知道可否稍等一下。哦，我知道了。我认为其他乘客的权利也应该被尊重，不能因为一个人影响所有人吧。吴迪啊，咱们就等15分钟，15分钟不来咱们就关门。好，就这样。夏太太，机长说可以再多等15分钟。哎呀，太好了，谢谢你啊。不客气。请问人到了没啊？快到了，估计再5分钟吧。啊，5分钟，好，好。怎么样？快到了吗？啊，说快到了，5分钟就到了。机长命令现在关舱门。啊。啊，要不这样，我下飞机，我们坐下一航班好了。他要回家，我们一定要一起飞。这个我，来了来了，儿子。你终于到了！你来，我怎么可能不来呢？是你。哎，两位先上飞机吧。哦，快起飞了，要起飞了。谢谢你啊！不谢不谢不谢。来，在哪儿坐的？在这儿，儿子。哦。接通自动驾驶，自动驾驶接通，正式。今天气不错，晚点的时间应该能追回来吧？肯定可以啊。两位机长好。请问今天的饮料还跟平常一样吗？对，我一样，谢谢。好的。我也是。好的。小副驾呢？给我来杯水就行了。你的球鞋等我洗干净了再还给你啊。不用了，扔掉吧。宇航，有情况。没有啊，仪表一切正常。小机长，该你轮休了。可以给我一杯咖啡吗？好。夏副驾，等一下轮休之后，需不需要给你准备工作晚餐呢？嗯。那我们的机长餐有鱼排、鸡排，还有牛肉，请问你要选择哪一样？除了牛肉都可以。好的，你的咖啡。谢谢。等下餐好了，你给他送过去啊。
你干嘛不去啊？我很忙。那我也很忙呀。我超忙的。确定没有东西烧焦吗？你的饭还没有热呢。希望是我的错觉。这样吧，以防万一，你去后舱的备餐区看看有没有东西烧焦，如果有的话立刻告诉我。好。任机长，我在头等舱闻到有烧焦的味道。什么？你确定？要不要我现在去排查一下？先不用，因为引起恐慌。项目，除了你之外还有没有别人闻到这个味道？没有。那是不是你搞错了？别大惊小怪。但也有可能是真的。还没确定的事儿，别自己瞎结论。看，确实有烟雾。是。小莫，赶快去排查一下。我会让乘务长协助你，不要引起恐慌。查了经济舱的点餐区，并没有任何食物烧焦的迹象，还有气味。小飞机长，你是不是闻错了？我跟机长已经确认过了，确实有烟雾，证明是有火星隐患的。这样吧，我们大家再分头仔细地排查一下客舱各个区域。那么大的动静儿，会不会引起乘客恐慌？那就广播，叫大家系好安全带，趁检查安全带的时候进行排查。好，就这么办。好，那我去广播。那我去经济舱。好。先生们、女士们，飞机将经过一段不稳定期。先生，为了您的安全，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只是例行安全检查，不用担心。没事的吗？你们动作小一点。只是进行一些飞机上的例行安全检查，没事的，别担心。好，帮我拿杯温水好吗？好的，稍等一下。啊，没事吧？没事，没事，没事。队长，排查怎么样？没有找到火源。这样吧，你再出去一次，让乘务长把所有厨房的断路器给关了，顺便再仔细排查一遍，确保安全。OK。各位乘客，请问有没有哪位是医生或者护士？机上有一位乘客身体不适，需要您的帮助，谢谢。Dear passengers, is someone a doctor or the nurse? 去南阳系统吧。我去南阳系统。各位，乘客怎么样？他的呼吸困难。什么情况啊？没有情况。什么叫没有情况？你们来回走，但我看不见呢。我妈有心脏病啊。不好意思，我现在有事，麻烦你让。任机长。什么事？头等舱的夏太太突发心脏病，情况不太乐观，需要急救。我知道了。联系管制员，找最近机场备降。OK。Control, this is Golf Papa 521. There is passenger with heart attack. We are ready to alternate the nearest airport. This is Control.
controller Golf Papa 521. We're fighting the nearest airport.飞机长，备降机场已经准备好接机了，但是。但是什么？在备降机场的前方有一大片雷雨云。完全绕过去的话，要多花20分钟左右的时间。从黄色区域冲过去。任机长，我觉得这样太危险了，要不我们稍微等一下。对于火琴和夏太的生命来讲，时间更宝贵。我们从黄色区域穿过去，我们可以得到救命的20分钟，就这么定了。任机长，要不您稍微再考虑。说过了，就这么定了。下降高度。任机长，不能再飞了，前面是红区，这样太危险了。妈！妈！妈！放开我！任机长，申请航向，要两个。Go Papa 521, request heading 120. Go Papa 521, heading 120, approach.行了吧，妈，妈坚持下，马上落地了，妈，妈，儿子，别担心我。妈。是吧？为什么要改变航向？
记住你了。如果我妈三长两短，我会第一时间找到你。最美时刻凋落，抱你在怀中，却感觉到空洞，两个人只剩沉默。也许就要走到尽头，只要一个简单理由，你的世界不属于我，你看不到我的唯唯诺诺。雨下